大家好，本期视频呢，我将为大家记录一下我拍摄制作一个视频的全过程。我打算拍摄一下蒙特利尔一个新兴的社区 Griffintown， 用无人机从空中展示一下2010年 Griffintown 的状态，需要查一下 Griffintown 的这些资料，然后大致的构思一下这个视频的时间呀、内容、服装啊、交通工具呀、等等这些细节。我还要查一下天气预报，我要选择一个阳光还可以、风力又不太大的天气情况来飞我的无人机，因为我的无人机是抗五级风的，风如果太大的话就会击毁人不亡。一台无人机也是挺贵的。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，我赶紧利用这个好天气出去航拍一个视频呢。好了，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第一个放飞无人机的地点，我需要选一块可以起飞和降落的平坦的地方。哇，其实在这里拍摄就蛮漂亮的。回来呢，首先需要把这个素材呢导到电脑里。然后还需要用软件导成视频文件。然后呢就是剪辑、粗剪、细剪，然后编辑视频等大量的后期工作。通常情况下，后期制作会花更多的时间，是拍摄这个所用时间的好几倍。比如说 Griffintown 今天这个视频，包括在用在路上的，我只用了三四个小时的话，那最后的后期制作我可能要用十几个小时、二十个小时。还有就是，如果不想使用现成的音乐，我还要自己来制作音乐，选乐曲，编配，练习一下演奏、录音、合成，最后把音乐
编辑到视频中。